二，教室里。芳芳，这是你的书吗？东东，这不是我的书，这是云云的书。芳芳，那是他的笔和本子吗？东东，是他的。芳芳，你在家里讲中文吗？东东，我在家里讲中文。爸爸妈妈喜欢和我讲中文。读一读。教室里，家里，学校里，花园里，山里，水里，风里，雨里，云里，中文书，不来，不好，不喜欢，那个同学，那本书，红笔，黑笔，我的笔，他的笔，本子，书本，一本书，讲一讲，讲中文，讲汉语，阅读，我长大了，亲爱的爸爸妈妈，请不要叫我小娃娃，我已经上学了，以前书呀、笔呀和本子我都乱丢，现在我一定要好好爱护他们。以前我只知道要学好英文，现在我知道还要学好中文。我真的已经长大了，请你们放心吧。你们的儿子明明。